大家好，很高兴接受访问。我们行动体育课呢，其实是一个很人性化，然后每个教练都很认真。一开始我是被这样子的认真跟信任给感动，所以才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。我今天所表演的这个职权的部分呢，它其实就是很多跟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很大的关联，所以其实这些跟我们的那个身体的整体的因素都有关系这样子。然后像八点档，我们今天有做到这个挥的姿势，这个勾的姿势，不像那种打巴掌这么简单，它其实是要跟这个髋关节要一起带动身体去带动手，而不是只有靠手的部分这样子，要一起连贯性的出拳，这样子动作才会漂亮，而且会达到效果。像做这些基础的部分啊，都有教练在细心的在督促跟教导，我觉得挺好的。